来看另外一个抗议案，这是啊，花莲公丰农会今仔讲有真侪农民去抗议，主要是针对农会会要来改选干事的名单，讲无够透明，表达不满。其中一个原住民的农民是来指控，讲因的贷款是被人刁难了。为了表达对公丰农会即摆李干事改选的不满，我百会关怀乡农民，前往农会大楼前，有布条啊抗议，大家无法度接受，为安怎选举前只收到通知单，也毋过李干事名单安怎产生，完全无交代。没有公告，又没有登报，所以一些农民吼，真正的农民吼，还有会员，他们都不晓得他们的里监事会代表，还有组长，都是那几个人在轮替。出国原住民农民更加指控，光复乡多数是原住民，为安怎原民对甘肃涉事刷无一半，而且农会推派的原住民对甘肃年纪大到无法度工作，要不就是连原住民贷款拢要刁难，借钱借不到，融资得不到，原住民的融资不能在光复农会融资。原住民现在比例只有两个，这两个席位是怎样？是配的。光复农会是提出澄清，改善规则一切按照全国农会改善作业办理。法规上规定就是门首公告张贴，里监事的部分他一定要有农地实际从农等等的相关的规定啊，这要逐一审查，审查完了我们送县政府核备。因为双方无交接，抗议代表表示，农会若讲无回应改革相关诉求，将扩大抗争发动农民到农会前等技能。对此，农会强调，高雄立干事长已经有三十是原住民，而且一直拢有办理原住民隔离专案贷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